今天为您展示原创油画作品《野地》系列的《生》，作者是艺术家杨青杨德清先生，画幅1米6×1米3，这里是签名。作品最亮眼的部分是这只绚丽的蝴蝶，虽然整个画面充满了孕育出生的印象，但显然生在这里应该指的是一种重生。脱离母体和温床的巨大痛苦与恐惧，正是获得新生最宝贵的资粮。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耀眼绚烂的生命。这就是艺术家杨青杨德清先生的原创油画作品《野地之生》。